讲一下这个过程，用诗弹琴带领你们，其实这几天都是这个过程。这几天啊，牧师在这里的时候啊，他的琴手弹琴的司琴的，他就会带赞美敬拜为你们进到灵里我铺垫，然后当你们心灵松软了，也进到敬拜里面，我就会上来。我一上来就是灵歌，其实我音乐没有音乐基础，音乐非常弱，所以呢有的时候会跑调。感谢主，这一份真的很美好，是神特别给的，我感谢主。所以呢，主既然这么大的恩待我，我就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你这样恩宠我，我就要做你儿女的仆人的仆人。感谢神啊。那这几天大家见到我的第一印象可能很挑战你们，哇，就像传道人吗？因为在大陆，在我们中国，感觉传道人都是很苦的。但是我是希望这样让你们看见我对服侍神有渴慕，对服侍神有新的看法，对服侍神有新的盼望。不是贫穷的，是尊贵的，是富足的，是荣耀神的，出去是荣耀神明的。不是穿搞怪追求时尚，乃是大方得体，乃是尊重神。我这样出来是尊敬我服侍神的职分，所以感谢神。那我讲一下我带领你们的过程。当你们的灵开始松动的时候，敬拜赞美开始在你们中间已经打开，就是在你们经历圣灵充满，你们的灵就开始开了，然后我就会进入，我就会用我的歌，用我的声音，用我的语言。其实无论我讲什么都无所谓，只是我的声音很重要。感谢主。所以呢，我要让你们明白这个属灵的过程是怎么运作的，因为你们只是跟随我，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，为什么一步一步这么样的去带领。那我要让你们明白以后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也被神使用，你们就能明白属灵更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就是在于你们经历圣灵充满，灵力已经完全打开，所以我就会进来，我进来就开始提升你们，我的声音就带着有能力把你们整体一点一点的往上推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？所以呢，我就会更深的敬拜，更深的敬拜，更深的敬拜。在更深的敬拜的时候，你们的灵就整体性的往上爬，你们感觉自己在爬山，你们的灵就与我一同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天上升，往神宝座那里去。一个不是神的人，若把人的让人带到人面前，他就失败了。一个服侍人的服侍神的人，能把他的百姓带到神面前去，他就是合神心意的。所以要看果子的，被圣灵感动的，出于神的工作，都是哈利路亚赞美主尊崇神的，没有高举自己，乃是把耶稣举起来，把神在我们中间举起来，把十字架举起来，愿意讲十字架的道理。保罗他说，他不用委婉的言语，他用也不用智慧的言语，他倒不是不用智，他不用那些深奥难懂的言语，他凭圣灵和大能的名证。今天你们看到这个果效，就是圣灵和大能的名证，这就是全能的服事，权柄和能力的服事。所以呢，感谢神，你们的灵力开始提升。当你们提升到一个高度的时候，就会感觉神的圣洁开始降下来，你们就被感觉一下子提到一个哇很严肃的境界里面。然后到那个时候就开始可以运作属灵的事情。我之前没有带你们呼喊，之前也没有破除，之前也没有征战，因为你们的灵还不够有力量，你们里面的能量不够啊，还不能对神去征战。那士兵如果都没穿戴衣，没穿好军装，也没有带好兵器，他是不能上战场打仗的。他没能上战场就已经被打败了。所以我要先装备大家，我们一同在灵的里面经历神的同在恩膏，然后我们就感觉里面被装备，里面的力量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
头啊，我们是空头，我们是在最高的上面往下打仗。如果你在地下面拿枪往天上射，你射出去很多子弹都没有意义。但是如果我把你们带到布林海那样的神属灵的高度的时候，你们一发声呼喊，哇，力量就非常的强烈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？那个力量非常强烈的出来，那个就像子弹爆炸一样在我们中间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所以我讲完了，你就明白这个使命的过程，那你心里就有底了，就不害怕了。不然的话，这么非常规的操作是很挑战你们的思想，很挑战你们的理性。如果你们听我讲过之后，这是先知服事的一种。先知的服事有两大类，一大类的服事是先知性运动，就比如说牧师在我们中间抹油，他抹油的时候，可能大家的感受有一些感动，他是在做一个预表，就像在先知书里面，那些先知常常会做预表的动作，但是不会带来物质界的改变，不是他不会真的带来，是他在预备现实慢慢的进到那个里面，所以那叫先知性的预表的动作。但是还有一类先知，像以利亚和以撒，他是直接把灵界释放在物质界里面，他说有火降下来，天就真的降下火来，他说要用下雨，雨就真的来了，他说不下雨，雨就真的没了，他就非常有能力，就不是说有能力，他就是这一类的服事。他的服事就是什么样的服事？就是把灵里的能量可以带进现实当中。不是我很好，是神特别的拣选，是神的恩宠好，是神的恩典好，感谢主，将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呢，我讲完了，我想你们就明白了。其实我讲到很多年了，我讲到有七八年了，感谢神哈。但是还叫我们当中的牧师啊、牧者呀、唱好多好多，感谢主。其实我不想讲这个信息，因为我跟牧者沟通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还没有预备好进到这么深的层次里面。但是我也想不讲了，我就不讲了，挪到晚间再讲。我的信息我都是自己写的，自己写完之后整理出来非常多的内容，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讲完，因为现在时间真的很晚了。但是我会尽量去讲，我要